家好，我们宝宝的衣服做好了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啥？哎，这是乖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这宝宝的衣服你怎么能拆呢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哪有你的事啊？兄弟们，刚才是个意外，兄弟们。马总对那个新东西比较好奇。看看宝宝的衣服做好了，喜庆不喜庆？可爱不可爱？特别可爱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那个我姐姐小孩的姑姑给小孩做的衣服，特别喜庆，特别可爱，做好了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上做的衣服啊。你看，这是一套红的，还有一个黄的。马总，你滚！马总，你给我滚，没有你的事儿。然后我姐是历时几个月，在我们家趁着这个就每周末来休息的时候给小孩做好的。对，我姐也是第一次做衣服，没想到做的这么好，真的太幸福了。现在小孩真幸福。对，马总都喜欢的，你看多可爱。你别再让马总看了，再看一会儿都给你掉跑了。马总刚才都掉跑了，马总太喜欢了。傻子。这个是宝宝的姑姑啊，在给宝宝做衣服，这是个棉袄。然后呢，我姐知道我媳妇怀孕之后啊，要给宝宝做很多东西，有棉袄、棉裤，还有抱被、被子、被褥，一大堆东西。现在是我媳妇怀孕五个月的时候，我姐过来，她是平常上班，就趁着每周的周末过来给小孩做，满满的爱呀。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下成品，那是相当哇塞呀。宝宝，你知道你现在多大吗？你在哪儿吗？你在这儿呢，你现在才五个多月，你知道不？你姑姑现在在外面给你做棉袄呢，做棉裤呢啊。哎，好嘞好嘞，你看你现在才多大，你还有几个月才出生呢，你姑都四个月。对。这个是你的小棉袄、小棉裤，里面全是棉花。这布料是你姑姑买的布。你奶奶种的花，你姑姑买的布。你看看你姑姑长得肥不肥？没有你爸肥。这是你奶奶，我妈妈在给你做被子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看你多幸福。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成品哈，让大家看好我姐姐做好的衣服啊，小孩姑姑做好的衣服。马桶你别激动，跟你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能穿，你不能穿，你不能穿。这个是棉裤，跟那个算是上下一体的是吧？对，上面的是这个。哎呦，还有个棉袄一体的，哇，真喜庆。嗯，真喜庆。我姐的手真巧，第一次做呀，她是。对，我姐也是第一次做衣服，她这一行她当时都没做。大家看这衣服多可爱啊。嗯，哎呦太可爱了，这衣服加上那个下面的裤子，她是一套的，还有这个裤子，还有这个裤子，这是棉裤。对，这样穿，到时候是这样穿的。对呀、啊、到时候这样穿的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是一套衣服啊。嗯，特别好看，真好。哎，别动，让我得好好仔细看一下。马总，你看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，还有，还有一套黄色的，还有黄色的，黄色的也是这样的。对，不过咱姐说黄色的第一次做，可能没有那个红的做的好看。也挺好看的，也挺好看的，都是一样的，看见没？这个是小一码的，那个红色的是大一点，然后过年的时候穿啊，就是那时候都两个月了嘛。对，过年的时候穿，这个是一个月的时候穿的。我姐做的这几个衣服都是那个棉花的。对，纯棉花的。对，小孩穿棉花的好。马桶不是你的，你不要抢。啊，这是还有啊，这是奶奶买的啊，这两件是咱妈买的是吧？是奶奶买的啊，这两件咱妈买的啊，还有这个是咱姐做的小包被，小包被看一下。因为我姐说是啥吧，我买的那种包被太大了，然后里面先包一个小的，再包一个大的，这样的话宝宝不漏风，体贴，想的特别周到，弄了两个。我姐的手特别巧。然后这个是奶奶做的被子啊，奶奶给宝宝做的被子。哇塞，因为他要睡那个小床嘛，然后弄了被子，摸着特别舒服。还有那个是、这个、是那个垫子，就垫到那个小床上的垫子、哦、这个薄一点垫子，因为宝宝不能弄太厚的，他头比较软、嗯、如果弄太厚的话，软的话对他那个骨骼发育不太好，所以弄得薄的，反正特别好。这个是我给他买的毛毯啊，你买的就算了。嘿嘿，没有含金量。我给他买的那个披风啊，这也是你买的啊？是我买的啊，我不会做，我啥都不会做。大黄，我的衣服烂了，大黄都不会缝，都得我自己缝。我家小孩做衣服，全靠我姐跟我妈妈。做
做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大华，你把那两身衣服再拿出来呗，让我再看一下，真好看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件。对，这一件。这一件是最喜欢的。